来接受来讲这四十三种啦吼。啊，首先咱来做伙来念这经吼，好不好？哦。天下之自由。天下之自由。一品天下之至坚。一品天下之至坚。无有一无不干。无有一无不干。我是一地无为之幽灵。我是一地无为之幽灵。不言之教。不言之教。无为之益。无为之益。天下是吉之。天下是吉之。咱个念一遍好啊！天下之自由。天下之自由。一品天下之至坚。一品天下之至坚。无有一无不干。无有一无不干。我是一地无为之幽灵。我是一地无为之幽灵。不言之教。不言之教。无为之益。无为之益。天下是吉之。天下是吉之。啊，我来学习报告一章啦吼，啊，甲分做三段吼，啊，基本上这拢是经文内底重要文字安尼。啊，首先来报告第一段吼，自由之品之坚，啊，这天下是自由之品，天下是至坚。啊，讲这白话吼，这天下较上游的物件，伊有法度，然后像咱咧骑马安尼，而且广大的这個草原咧走来走去，无阻碍安尼，然后就是地平。啊，这个上游的物件，我着伫咧上坚定的物件，上硬的种物件，要哪？要走来走去也是，要甲变换也是，要甲切也是。哦，所以自由人啊，切攻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个道理。哦，啊，老主意就是可能天下间哦，即足侪个拢对立面表决的，哦，有用到啊呐，因啊，啊，佮袂使呾雇用，也无雇因，爱用用啊呐，合用嘛，反正咧，哦，啊，物质来上来看哦，即天下间咧物件为足用的足公用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佮有留的，有嘛吼，啊，所以就。我主要甲你讲这种道理，吼，我先用我的角度来咧看吼，即天下间吼，伊物件有硬的，有坚强的物件，对不对？啊，先甲做演练，啥物物件上至坚啊？上硬？选手？选手上硬啊，吼，选手也是只啊，石头较有出硬，有啊，佫有啥硬的？金光球，天也嘛算地，啊，够啥？钢铁嘛算地，够啥？钢嘛算地。一般来讲啊，吼，咱人等下开始讲吼。第一个石头啊，吼，这大，这石头大粒个。哦。足大粒吼，咱台湾啊，足大粒，规粒规粒拢无，拢焦焦安尼，足大粒吼，啊，人穿啥？看一少啊尔吼，少啊，哦，这粒石头足大粒，啊，定的啊，经过几万年、几百万年，伊拢搁定的呢，有定无？足定，定的迄钢铁有定无？捌叫切掉无？叫铁啊切掉，咱结果吼，一台嘞刷一下车，速度无介紧，四十公里，一点哩走四十公里啊，去弄着一台轿车啦吼，加台轿车吼。车头规个落变去，结到尾，一规只垃圾，就是块铁片的感觉吼，啊，挤成一小团，内底的人呢，当然，啊，难逃一死。你啊，一台刷一个车载物件载重重的，才载一四十公里的速度尔，结条去安尼落去安尼啊，半，哦，你看迄物件哦，叫第三物件，这叫做啥？冰山，全世界上大粒的冰山是对叨？咱哪能知？南极。南极洲啦，哦，天涯海角哦，人去探险家哦，迄船长去探险的船长，到南极洲的时阵看到这冰山，哦，规大粒山拢是冰啊！啊，
山吼，过了百年，过了十万年，甚至过了百万年，伊拢毋捌羊去过甜苦苦，对不对？爱甲羊去，啥物物件啦？或者足甜的物件啦，幸福，吼，咱来看。啥物物件会当比如羊出国？推荐。会。石头啊，就是顶上面那个壳。水。水。壳壳。要做啥？太阳要吸石头啊，吸日头照石头，照住石头啊，软体。而且呢，不是做啥？风化，风化。火，用火把石头烧，石头啊变软体。无啊，我细汉烤面的时阵哦，迄土甲愈烧愈硬嘞。嗯，好。对，啊你讲吸去，无愈烧愈硬。除了水，那吸石头做啥？啊，风。风化。风中那面哦，你吹吹吹吹吹，但好我相片难看。啊，啥物咱吸气啊？会啊，会啊。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冰山嘞。太阳、阳光、阳光，嘛是火，热，热，日头甲晒甲会干啊，会凉去。地球暖化。日头大家嘛咧同咱吸收咧。十万年过啊，一百万年过啊，咱吸收冰川拢无百年咧。日头大家嘛咧甲晒，对不对？比较凉去，无咧。不过即摆南极的冰川开始咧融啊，咧崩啊咧，什么原因？哦，我来甲大家做一探讨吼，哎。这种地位物件，水啊，就是咱有讲了，这个风，这个火，这叫做气。嗯。哦，气咱也感觉着，有气无？哦。有啦，啊，空气做一种气温的吼，等下我介绍恁气温。哦，咱来看水，这水啊一滴一滴，看下足温柔的对不对？嗯。不过水会用一遍，会啦，会啦，会啦，你袂。水若足清气哦，咱因为咱的身躯会滴饱，对不对？嗯。咱的身躯若欠水吼，百病来生啊嘞。吼，水甲甲甲怎做好用？做好用袂使欠水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水若太高嘞。对对。你去甲你迄种吼，有若百病就生出来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水看也足温柔哦，不过若要用水。爱选择清气的水甲饮料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啊，水安尼看，恁恁恁恁恁干嘛做呢？哎，啊，搁水干嘛冰呢？哎呦，嘛是搁水搁冲呢？哦，你人迄个大米烧咧挂烧啊吼，咧咧倒吼，而且咧喷出来，迄种水呢？这大米烧有滴无？木冰。冰呢？迄水会照上啊切开呢？哦，甲加压啦，加半啦，百倍压力哦，就变水多啊。嗯。你手能出去呢？出过是这段。哦。恐怖啊！咱来遐用这水的力，切石头啊，咱能甲切。唔过来用了无好势呢，手出去就无用，听咪吼？变变多啊，较赖。哦，这是伊的根水，咱人个遐运用嘛是至根，对不对？伊个比石头啊较坚定。当然，哦，所以看伊啊，足多尼个水哦，哦，而且咱人甲加迄个力量，大自然里面甲加压力，伊就安尼对山边安尼慢慢啊流，慢慢流，流一工、两工、三工，几过十万工、一百万工，从这山拢叫哪，切开对不对？变成一个大峡谷，再经过足多足多咱个岁月。一个山边，伊就甲你制作峡谷，够水无？足水，大自然的水吼，咱能够做到。下底这个冰山的，这个山洞，山洞，这种山洞唔像，这种水流落去山堆山内底，咧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咱来去大约的江西桂林区啊，桂州，会发现这种山洞足水的哦。啊！恁另外一种就是海边啊，迄海水哦，大家咧淹起来，啊，退去吼，淹起来，佮退落去，经过十万年、一百万年、一千万年，又变作一水的山洞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海狮山洞吼、哦，山洞有水无？水，大自然会当做成足侪水的景，
看还无足硬个咱哦，诶，水底人哦，海水底硬硬起来个软安尼哦，潮起潮落，看下拢无足坚定个水。不过经过了岁月的加持，大自然就创造足侪美景啦。嗯，哦，是乎咱这足侪美景，当天心也好，大自然啊啦，变成伊美丽的一面。那人生也歹，天啊，或者天时要造成，这个水有恐怖。有无？我相信大家注意健康，知影会造成啊土石流、山崩。对对对，干干对对吼，这是水吼，伊要淹的时阵，伊要建的时阵，伊嘛做破坏力。这边的一个水，伊嘛那治流哦，来干那治建。对啦，那干那治建的我是觉得话，其实你水的干来，我搁比一条汤的，对不对？要切一条就切一条，要甲伊往下拨，往下穿，穿到变成一个峡谷，水拢做会到。哦，啊来看风。风有温柔无？哦，感觉静静啊，较爱。感觉凉风咧吹哦，足舒服，对不对？爱戴起凉风。古早人要坐风车咧，风车要创啥？盛水，啊是迄个挖迄个嘛，挖迄个油麦啊粉，吼，因乌用风车来盛水起来，啊袂用挖粉，吼。利用风的咱，会当替咱人做工课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即马，即马咱来咱用风来哈发电，吼、嗯哦，对不对？嗯。电够力，风呢吼变足力的吼，咱咧机啊啦，到电了了，石头啊照就把你切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足够呢，你机械若无电，定定哩啊，有做工课吼，啊，若有电呢，机械的力量。不可思议，哦，啊，这风会当互咱来借风的力发电呢，哦，创造足侪力量出来哦，这就是风的柔，风嘛咱自建的哦。风伫大自然内底会当把这石头啊一直安尼吹吹吹吹，吹做绿油油泡的了。嗯，你看你今天我去过研究者，够水。啊，这条绿油油风、绿油油泡，这么个甜吗？有诶。船到有讲哦，伊有一工伊啊啦，伊迄人本来愈来愈细箍啊，对不对？嗯。有可能是长期呢，吼、嗯，毋知过几工，可能就看到绿毛风啊，风啦，愈往跑只，喏，你若看到这风诶，咱不知不觉就会当造成这种诶力量。嗯。而且呢，山，这石头安尼一吹一吹，石头啊变山，对不对？哦。说，那你是堆堆堆就变成沙漠。嗯。啊，这若是在做做什么风景对不对？嗯。有来听无？有。有啊。啊，风咧带这沙去沙漠，咱也感觉风出头。嗯。无感觉，咱去沙漠是感觉风出头，足劲的种的。咱感觉温柔的风，其实有哪只风嘛出头的啊？你当你大更风的时阵哦，你沙漠只要是本来都平对不对？等于更加变成一个四周山峦，哦，我阿个，我哩驾坡驾车的所在较早，家里附近有一个四周山峦伫啊，叫做北头庙啊。哎呀，迄本来迄种平地，伫个内海的边啊，有一天起大风啊，连续两三起大风，就对个外海卷一堆沙来，来遐，迄本来是内海的边啊，变成变作一条山啊，四周山峦，啊来嘞。当地话就讲做北头庙啊，那是代表一个小沙仑啊意思，吼、哦，啊较深啊，迄个沙仑搁深，吼、哦，天若要来，就来放一个沙来放一下，好，但是看风眼影出大，啊那变成一种灾害的，就是这龙卷风、风台，好也是闹出大，哦，哦，这什么山楂哦，这个风台吼，去到大陆，因高楼大厦吼。迄玻璃拢打甲条啊吼，胶带拢打烂，佮四五个查甫人遐拄风，拄迄玻璃门，敢挡会了？只要用迄龙虾甲摄一下，人大家挨袂起，哇，佮恐怖，风太那只恐怖，对不对？吼、嗯，该打的黄台柱子拢做，甚至五六个查甫人伊挡去片门，也挡袂了吼。佮风太威力，哦，足恐怖吼，啊，咱看火。
会考的这些答案，你也同时也可以花的。不过你咱会晓甲火小看吗？星星之火啊啦，可以燎原。你若去一条纸放伊啊，去十条纸，去一百条纸，伊就慢慢倒，就到尾伊房间拢灰烧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也善用嘞，星星之火可以做功德的吼。咱说看人去用来走，刚开始是用番仔火来点的，伊一个火起，哎，慢慢啊，好倒好倒啊，就吹风，哦，慢慢擦开咱拢用，对不对吼？哎，啊，慢慢咱做功德，啊，有钱收无？够。靠人吃过这种早煮的海风，他们有的也秀真哦，经验没有也好吃哦。嗯，用家属煮的感觉好吃。不过用你煮的臭味大呢，我细汉时候吃过迄臭味大风，三层的啦吼，内底臭味大，中午吃天平无吃。嗯，好。我吃过呀，不是。我要吃过这种饭吼，啊，咁好吃。今晚吃的就这种饭来了吼，啊，这较早吃对对对。别有一番滋味在什么心头？啊，这边拢食假树的吼，这嘛无用这茶头咧煮饭啊。起红枣呢，啊，不不怪看到呢，食食咧厝内拢无起红枣，对。哦，啊，无起红火，用茶烧那是几度？一百度、两百度。我捌去看人咧烧迄怎啊用的迄吼，烧陶器的。油，我阿台你去投用啊，你也会淘气，你茶拢袂去放落去，人家烧到八百瓦度呢，感觉只有八百瓦度会烧着。哦，你你阿想想，迄个淘气，伊本来是软软的淘，对不对？用八百瓦度甲烘，一两工了，伊就变成咱你用的瓷器甲淘气，啊，八百瓦度，直接就一千度，啊，搁较悬呢，用茶去烧到瓦度。我倒，啊用煤炭，我以前看到个，我用煤炭来烧，个安是两千瓦度的温度啦。嗯。感觉叫两千瓦度温度烧着。我读到一个经验呢，我拢记无忘记啦。伊少年时去做摊过吼，就是去炼铁厂。啊，伊即间是较无细尔，你倒迄个铁渣嘛，我直接烧就烧起来。嗯，你两千外度的，的火会让炼铁啦。哦。啊，烧啊，原是捌着出来，变作一块一块纸钢的吼。啊，迄无细伊，迄就是当初拢遐磕着，手拿出去，啊，迄火就安倒落来吼，迄铁浆吼，咧倒落经过伊手弹着咧，哦，规半身骨啊，一支手，迄两千外度温度咧。伊就话啦，啊一声尔，伊就嘛错下个囡仔手啊，甲甲斗斗斗斗卡手，哎呀，送来伊了了。今日我念无只手啊废去，无咧，迄个奇迹先做咧做咩？哦，伊个保养，无一般啊，迄手炸着废去。哎呦！哦，啊，嘛咧温度两千外度，啊，起啊都硬好起。啊，火嘛，细细下火尔咧。你哪开始你甲吹着花油，对不对？番仔火，到用煤炭甲烧两千外度，这也了强无？足强，天下是气间哦，这就歹用。哦，所以咱袂使看这汽油的物件，伊的运蕴藏的来源啊。哦，这我甲推荐报告下咧吼。啊，但是人家有火。这种烦恼会吼，即咱人创造对不对？啊，大自然会有啊，钻木取火，钻木取火，这叫做灰山。哦，灰山。灰山若不翻，恐吓三十年倒位啊，对不对？嗯。伊这样会留落来呢？咱若天气变做啥？炎啊！你这些灰少吼，那边有灰花岗石。哦。这种火山全有烟，喷出来物件必死。全有烟。哦，大家有带无？有呢，是这几个砖头呐，会掉呢。哦，啊，石头已经过迄所在，拢是树林，啊，就会。对啊，吼，这火吼，会恐怖吼，会火山爆发，啊，是森林大火，伊也拢足恐怖。哦，造成个灾害，有当时啊，咱人啊，无法度呐。去控制，
这种是会有情的一面，然后见的一面哈。来，我讲气，哦，咱空气内底有种叫 CO2 二氧化碳，嗯，咱虽然咧看咧咧工厂咧烟吼，咧加工咧喷烟，哦，啊，也是咧车咧喷烟，我细个感觉吼，车做伊烟的吼，咧车若驶入咧喷烟，我咧早也袂好对，哦，迄烟喷入我咧身躯，啊，感觉种欢喜吼，感觉安尼过。我来开始，我来上课啊！你上来啊！我是我先啊，困到出门睡后就用嘞。哦，我今困袂着，感觉吼，你鼻是胖的啊。细汉感觉是胖，啊，即嘛上来觉戆了吼，对不对？你臭烘烘啊，你早起可以先困吼。啊，你叫做 CO2， 即个物件较早较多做，你敢看会着？CO2 不是看到，是烟啊吼，即个烟咱看到，不过真正讲是 CO2 咱看到，哎，愈来愈多，造成啥问题？嗯，即咱地球顶面本来是安生生包含，即嘛即个机型叫做臭氧层，臭氧层块变成安尼啊。嗯，臭氧层啊，不过地球吼，你是头先讲出来，造成伫咱即个地球冰山滑下去，那个叫温室效应。过去有臭氧层在报吼，迄是头咧接十万年、一百万年、一千万年，人吸收的冰山都无用去。嗯。是啥物人无人吸收的冰山用去？臭氧层破了。大。大。对不对？这臭氧层的这破这大坑，是咱人造成的。所以 CO2 够恐怖。嗯。恐吓无啥力量，你恐吓袂到的吼，有嘛是点名。做温柔的烟，结果伊会那甲冰山甲氧气甲拍开，这就是实质。不过咱人巧，造成这温室效应，咱人造成的啦。不过咱人嘛，知影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所有科学家吼，伊就去哪去想办法，伊叫做碳捕捉啦，伊在二氧化碳开始去收集起来，甲炖的。做到某种程度了啊，我会当去载伊哦。佮我感觉听我这个技术，二氧化碳做出来，佮抽啊、佮抽啊、佮抽啊吼，佮吸出来，佮蹲伫这土坑内底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就变成那像煤炭安尼啊，高高，佮是我那像沙安尼的物件。这个物件会当利用几多？要怎利用？啊？啥物？饲猪哦，迄饲粪便哦，吼，迄是沼气啊，猪的猪屎，迄沼气是啥物啊？我讲的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，甲抽了，伊甲拍落去土骹内底，哦，啊，封存经过一段时间，伊就慢慢变成安尼，啊，迄个物件甲个车出来利用，会当做啥？火烧。各位咱阿看这，这都塑胶的物件，咱车人啊，其实咱拢用会着的吼。诶，拢是二氧化碳抽了去利用来。嗯。所以呐，一种技术然后新式成本也少，二氧化碳的材料去用抽了，安尼咱的地球的二氧化碳作用的问题，有可能会解决，对不对？嗯。这科学甲头壳够巧，有门正头，对不对？咱就拍破伊。好。好。啊，佮这塑胶物件，佮佮咪造成问题？嗯哼。诶，你有通甲当年的热色厂安尼对号来台湾热色制造，我听讲叫制造。那么人为即为着即问题去动脑筋，咱也去解决。所以咱懒人的头脑做好事吼，用了若对，叫做善用啦；用了若对嘞，造成地球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即条心，买当自由，啊买当哪自坚，自由买当做先，自坚呐，后壁人做后壁对，吼、喔，要先要恶。啊，是要求要建咱的心在变化，对不对？啊，啥物人在做主？心心心。注意点，咱做主哦。我要自由也是。哈哈，自由。我心要保持自由，做主也是。哎呀，自由。我要自坚，我心在那控制，有自信的野手。好好好。啊，无人野手安尼，对啦。嘿。啊，无啥物。控制咱这条心，慢慢想，啊，慢慢生，慢慢见，慢慢生，慢慢恶，什么你给咱控制？念不通，念不通。听道理，听到认真啊吼，加减慢慢修，咱可能控制咱这条心。
心。你生出这自由的心，到自心。嗯嗯嗯。你生出这善良的心，到自心。嗯嗯。啊吼，以咱人的心来讲嘛吼，自由的心就哪是善，哪是爱，哪是好。是。啊，感觉足舒服的啊，蛮让度人心宽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咱的心蛮让怪的，就我顶口口就甲你欠的，对无？我一句话若讲了。对，会伤人嘞，会克着人嘞，会嘛。哦，所以咱的嘴，咱的心，咱若要把伊遐控制，无差。哦，头先我讲的水啊、火啊、哦啊风啊，甚至空气，哪样善用，就对这人间做帮助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若袂晓善用，造成人间的种种问题。哦，所以拢是一念之间，啊，会做善的做，拢较正。用的是种观念，叫做道。你若这样在道，咱就啥物啊？必须先去做是恶的，诶，这种观念吼。好，我讲话，咱的心要修，还是要坚，咱就该怎控制？嗯。他到时在讲说讲吼，叫强量价，不计技术的叫强量强然后量价，对吼？强量价，不计技术。这叫是做硬的人，做来当承担的人，刚好是。嗯。是安尼讲嘛吼，叫是做硬的人，拢死啊，消化乖乖啦吼，不得善终啊。同意？嗯。有啥物人不得善终？硬中硬，拢会硬啦，死。嗯。所以吼，老子有讲啥道理无？嗯。伊叫咱安那，干卖重要。嗯，他们不是叫他做中文，对不对？他做啥？有肉有肉性工具。不是，他做啥？我做做生殖图啊。爱修行啦。修行。什么啦？他怎样修行？有地位的啦，他会当修行的。嗯。有拢脾气在做事，对不对？那袂爽就讲病，那有地位个去讲病。嗯、一个好客人开车，有说伊共一个七头囡仔，咱车先坐一下。有迄个七头囡仔就足歹，你用着我的车，你就赔。我这个好客人，我一坐二贵啊，警察做啥伊拢足实在，伊若真正无我叫人，迄个七头囡仔早来叫收伊。不过伊看迄七头囡仔足坏的，伊干要甲伊起长春。家己用这五个人来拍，对不对？是真个博士的呢吼。啊，不过伊足巧，我开始用这条囡仔计较吼，计较袂了。就是我怎啊叫警察甲压，甲叫我朋友来甲处理，伊也袂爽，伊安那，伊就啊报喜。啊，我这条命啊，过日子这条囡仔心就怕变啦，怕变啦，伊也怕就啊，伊也伊啦。我出来我知你也真辛苦，啊，你讲啊，我陪我。你讲大龙兄弟，八块钱，无简单啊，五千就好啦。啥个五千啊？即摆啊，我遮内底吼，无厝无较济吼，我较济咧炸钞票伫咧吼。我遮大龙七千块，我七千块互你。吼，大家咱朋友头前朋友好不好？哦，啊，我就无说你爱客，啊，伊个无得包含。即个有身份有地位，有做人脉啦，有啥拒绝？七条囡仔遮尔客。因为有地位，我甲这种人我较计较，甲这种人计较，有可能我会哈引来杀身之祸。哦，有地位我就会辛苦，啊，伊也欢喜，啊，我哈也在意啦。哦，所以才知修理这种地位。哦，啊，你为叔叔爱知影为这种修理的地位，就是老子引咱这种我感觉伊要甲咱教出道理。嗯。哦，啊，这是啥？这是去养咯。食养吼，已经有人已经会当体会这种话，要讲啥物故事？脾气变酷酷的，会冷。年纪大了，控制起啊，老入气啊，对不对？好嘛，老入老啊，啊，控制还是管我年纪，我老话啊，做每个这样定位，至少你是安怎做？吓！老祖切实是规规，安尼啊，啊控不住，叫人控不住，讲呐，控不住，我切实，安尼我
讲好了，听着。老师，老师，我跟你在啥？我都看好呢。哎，是了，我那年年我未唱啊，看你咩吼？啊，你一定咧在讲那听，啊，讲不出几下词的，还是吹了不？啊，老师，你是吹有啥？啊，讲完了讲，啊，老师，你个家有道理，啥物道理？伊只是啊，按我家家里的规矩，因为耳上面是耳机啊，耳机。耳机啊，耳机。耳机第二还是耳机加二？耳机，耳机啊！我那我只吼，本来拢是用做平的，无可惜我袂当食平的了。不过经过一冬、两冬、三冬，即摆我七八十岁啊，我还死去的，一支六支、六支，咱全部归支啊啦，都爱做食的啦。我气力虽然真硬、真硬哦，难免的啦，残缺都是。阿姊的，虽然软软啊，我若起价的，我还死，我还欠我六工的了。我去，甲起码我变成了一个啦，完整无缺。伊体会到你哦，咱也是安尼哦，吼，所以台湾少一点啊，拢是用道理。啊，你安那就爱那小气安尼。你爱用自己啊，自己想啊，来啊，你阿家我阿家，自家安尼，没人知啊，是啊，自己以后要准备用家，定是啊，自己提啊。所以爱想是一种智慧，哦，安尼讲你想，咱是自己也知。我讲啊，老早用咱个智啊，啊智爱爱想定个，爱想他爱想，哦，你总要教，就是人爱教用个人，你就是爱知影想，哦，所以这种个智慧第一点就是啥啦？看着这点，我听啥意思？六十孝，这个人孝行啊。听过过这个故事，像耶稣人，六孝行，你知吼？这个主角叫做张英啊，清朝康熙皇帝时代一个礼部尚书，用咱即摆教育部的部长。啊，因家的隔壁姓吴啦，嘛好嘢啦吼，有钱有势，安尼起厝。啊，想要占这边的地啦，要起家教，本来用六十孝行啊，伊即摆要起厝。啊，像我伊要甲起家，啊，杨英明的厝人啊，我哇，你看，安尼吼，本来有两只笑咯，即摆硬要甲起家，硬要起家搞，我硬要起家搞，这个上方面啊，拢在生地，啊，就起毛起吧。我杨英明的厝人，我后壁有靠山，我下回去我保钓那个把你处理住，啊，嗯，啊，这个杨英受着一点委屈了吧？你叫人厝房，无你家看官司较济啦，是毋是咧？无啦，听讲你去看官司，真系叫我叫伊无需要安尼，对不对？伊袂拢害我是去追加追几少，追三少哦。伊袂拢讲出去啦，吼，对不对？咱追三少，咱交两千五，人家了咪咱惊咯。这个伊退了你啊，这个我咪啦，歹势啦，你咧退啊，那该当。征讨人，拢按咱征讨内底人安怎讲？你这人做傲慢的，人讲退三次啊，你个起个搞笑，啊那糊涂的，所以家己感觉歹势，伊也人退三次，咱家变六千，我感觉到感觉跨到六千，一个人行，两个人行，拢真方便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这个故事方便，是方便有听的欢喜无？欢喜，中央中央，这个人做完来好不好？好，哦，啊！伊社会人伊厝人安怎讲？咱最近来做一点事，根本千里上书积为桥，哦，用他杀笑又歌黄啊，更成万里阴有在，不见东篱金丝红。金丝红都通用，对不对？天下霸主，伊直接万里登城啊，对不对？不过万里登城，我都听。用早就无味啊！做代志个哪拢上知识红嘞？吓嘛！吼，咱若做知识红嘞，做霸气哦，会伤害咱家己吼。啊，所以要尽量让让吼。啊，孔乙感觉伊会知影咱互相让，这种做法都好，做有点乱的哦。所以伫遐边啊，家己一个牌啊，伊起掉一个牌啊。孔乙拢知影谦让，谦让搁加谦让，谦让吼。
当这条行下就是牵牛行，但是这个牌啊，我上个人知，啊，哥。